主料：娃娃菜一颗，隔离肉20克，辅料：隔离汁30克，盐一克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备齐娃娃菜一颗，隔离肉50克。娃娃菜清洗干净切丝，葱花切好备用。热锅烧热油，放入葱花爆香锅，加入娃娃菜自翻炒，待娃娃菜软身，加入隔离肉及汁水，加入适量盐调味后翻炒，待隔离肉汁水渗透到娃娃菜内，盛盘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隔离肉有咸味，慎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